这个位置把手放进去，这个位置把手放进去就可以。但是打开的是一样的，是。一样的，不是一样的。这个位置打一个小花。把它解开，把下面这个位置抽起来搭一下，对吧？这个是蝴蝶外套，把它这个位置呢拉下来，然后往后面，这样子的话就是个背心，哎，交叉一下，这个是八字，往头上这个，有点冷，有点冷。这发箍呢是几百的，就这么。最主要的是它是可以把它当成一条裙子来穿。这样子打开，套出来就可以。上面这个位置把它套出来就可以打开。打一个也可以，上面这个位置打一个。这是裹胸，啊，这是一个，啊，或者你这样子把它打开，从中间这个穿过去，直接把它推开，把它推开。